面条啥的。有，我跟你说，阿姐下面很好吃。哦，你阿姐下的面条好吃。嗯。哦，那不是，那我们都走出来了。我待会儿我喝完饮料，那能不能去你家让你阿姐下面条给我吃啊？那我可以跟阿姐商量一下。啊，和她商量一下是吧？哦。那我一会儿回去就让阿姐下面给你吃嘛。哦，这样是吧？嗯、哦，她愿不愿意有？我跟他商量一下。哦，你跟他商量是吧？哦，你哥姐们，你们说他这姐姐会不会，会不会那个下面条给我吃啊？觉得会的，咱们打个会啊、哦。觉得不会，打个不会啊。还有多远了？怎么感觉就到了啊？前面就到了是吧？哦，前面就到了，哥姐们。住在山顶哦，你家住山顶啊？哦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哦，总算走到大路上来了啊。你们这车能开进来是吧？可以的嘛。可以开进来。哦，那我就是我刚刚没找到这个路，哇，这外面还挺热闹的。那可能你，主播你待会儿，阿妹这么好，你待会儿多安排点啊。你们说要不要多安排点？要的话咱们打个药啊。要的话咱们打个药啊。啊？要不要啊，哥姐们？都说要是吧，你们放心，就看主播怎么办事了啊。这大过年的哈，主播呢也不会寒碜啊，也不会让你们失望哈。对，主播你在哪？你在中缅边境哈，我是从贵州过来的，哥姐们啊。哦，这就是，哦，到了是吧？那阿妹你在这坐一下啊。老板在不在啊？在。坐一下。我等你啊。啊，你送你到这里，我就回去了。你回去了。嗯，不是阿妹那个啥，我喝完饮料以后呢，我喝完饮料以后呢，我那个我找不到我车在哪里了，我车在村口，你回头我还整点生活用品啥的放我车上，你帮我挑一下好不好？那好吗？好，那你在这坐着等我哈，哈，坐着等我哈，哥姐们啊，老板有没有油？我要喝两桶油。有。啊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我要喝两桶，真的啊？那不是真的，是煮的呀。那油不能直接喝了，还要煮。不是，不能直接喝是吧？我煮熟了喝。嗯。哎，放这儿。嗯，我拿来。哦，这儿还有个小仓库是吧？哥姐们安排点啥？两桶够不够啊？两桶够不够，哥你们？啊，两桶少了是吧？要四桶是吧？来四桶。啊，四桶啊，来，还差两桶啊？还在那里，你在车上啊？那车库，他家还挺多的啊，车库啊，哥姐们啊，够不够啊？四桶够不够啊？够了是吧？那就安排四桶，再安排点其他的啊，看一下啊，还要安排点啥？哥姐们，咱们公屏上飘出来啊，公屏上飘出来啊。四桶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就是，牛奶，来两箱，来两箱啊，啊，还要点啥，哥姐们？还要点啥啊？还要点啥？还要点啥？给主播出出主意哈，今天听你们的啊，今天听你们的啊，那还要安排点啥，哥姐们？主播你再发个红包，左上角又给大家发了500的大红包，没有抢的抓紧去抢一下啊。还要那个蛋，鸡蛋是吧？蛋要不要？要的话打个药啊。来四板啊，蛋啊，对对对啊，稍等一下啊。好的，你们放心，你们看主播怎么安排就行了啊。阿妹你等我一下啊，哎，等一下啊，这个左上角又给大家发了500的大红包，没有抢的咱们抓紧时间去抢一下啊。还要安排点啥，哥姐们？还要安排点啥？看一下啊，哦，有说什么七度空间是吧？啊，好，一样一档安排啊。你看，来个四板啊，四板啊，嗯，哟，阿妹你这还挺上进的啊，嘿，啊，
还有点啥，哥姐们，给主播出出主意哈，大米是吧？好的，一样一样的来，你们放心，看主播怎么办事就行了啊，你们放心，看我怎么办事就行了啊。那个啥，老板，五百，我来，我大米来500斤。大米啊，500斤。没有。没有啊。那这那个，我看还有点啥呀，哥姐们，那没有大米啊。啊，说那个七度空间面包有没有？七度空间的。啊，有没有啊？不知道啊，还不知道。有没有啊？这个哥姐们啊，哦，面条是吧？哦，你那个来给我两箱，可以。来整两箱啊，哥姐们啊，你们就看主播怎么办事就行了啊。王老谷是吧？王老谷来两箱。嘿，王老谷是对吧？还有点啥，哥姐们？还有点啥啊？王老谷啊，两件啊，还在这里。哎，你们就看主播怎么办事就行了啊。左上角有500块的大红包，没有抢的，咱们抓紧去时间去抢一下啊。嗯，主播你太大气了啊，太多了啊。哎，你们放心啊，你们看我怎么办？还要啥？还要啥？给你们还要安排点啥啊？纸巾来两提啊，纸巾，纸巾要不要给你们啊？要的话咱们打个药啊。大哥啊，咋了？你一个人吃这么多啊？哎呀，我胃口比较大嘛，嘿嘿，待会儿你帮我挑一下啊，能不能挑啊？可以的吗？可以啊，哎，可以就行啊。这么板杂我？我板杂？不是我这，哎，我不板杂，我这就我以前在广东打螺丝，知道吧？我那个老板娘老是就她看上我了，不是，她就看我干活比较厉害，嗯，就是白天工作很认真，晚上也加班，就是晚上加班得加6个小时。哎，他也说我板杂，对对，你也板杂的很。就后面那个螺丝打偏了，他就不要我了。哎，对，我就一气之下，我那个啥，我就云游四海了，我就开着车到处跑啊。哥姐们还要安排点啥啊？王老谷已经安排上了啊，奶已经安排上了啊，还有点啥啊？洗衣服的是吧？啊，洗衣服的2包，洗衣服的。啊，洗碗的，再都来啊，都来2样啊。要这个八宝粥是吧？八宝粥要不要？要的话咱们打个药啊。要的话打个药啊。要不要？要的话咱们打个药啊。都说要是吧？老板，这个整成八宝粥。啊啊。好的，安排上，安排上啊。面是吧？哦，你姐姐喜不喜欢吃面啊？我姐姐下面好吃。哦，那就是她喜欢吃呗。啊，左上角发了500的大红包，没抢抓紧去抢一下啊。只有这种吗？啊，要是吧？啊？你也喜欢吃面啊？我喜欢吃面，我们贵州老喜欢吃面了。让阿姐下面给你吃吗？让阿姐下面给我吃啊！哥姐们，你们说吃不吃啊？待会儿阿姐下面条给我吃啊！吃还是不吃啊？啊，吃的话咱们打个吃啊！啊，蛋有了，鸡蛋有了啊！这都安排到位了哈，全都安排上了啊！够不够？够了，打个够了哈！左上角发了500的大红包，没抢的抓紧去抢一下啊！好吧，都说主播大气啊！觉得主播大气的，咱们打个大气，好吧？觉得主播大气的，咱们打个大气啊！那个啥，你拿个单子给我写一下。会不会写啊？会写啊，写一下。咱们猜一下这些得花多少米，哥姐们哈。来，咱们猜一下哈，这些得花多少米啊？然后那个阿妹啊，就是待会儿你帮忙挑一下，挑到你家去啊。那我身体板杂的嘛。你身体板杂？那肯定的嘛。不是，我的意思你待会儿帮我挑一下，挑到你家去。啊？阿哥，你说这些跳到我家？对呀、啊，跳到你家去啊！这么多？哦哦，哇，说漏嘴了，跟你们，对我就是那个啥了，我直播间老板就说让我去你家吃个面条，吃个饭啥的。完了，这大过年的，我这空着手也不好嘛，这就安排到你家去啊！你也别谦虚，阿哥身体板扎得很，好不好？就上点坡啥的没问题。那太多了嘛？太多了。主播大气啊，大气的话咱们打个大气啊，好吧。
主播，主播，我想看看你啊，你们想看我是吧？啊，想看主播的打个响哈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都说想看是吧？都说想看是吧？那我就露个脸啊，嘿，哎，大家好啊，嘿，哎，我是这个从贵州来的这个一个小主播啊，这个，今天呢，我刚看到咱们有很多这个。可能是大老板啊，这个董事长啥的，就是说，主播，我让你安排毛子，安排华子，你咋不安排一点哈、啊？哥姐们，我不是没有看到，我是看到了啊。说实在话，我觉得什么茅台、华子在咱们农村啊，它不适用，明白没有？它不适用。如果说我与其安排那些东西的话，我宁愿多安排整几件牛奶，整几板鸡蛋，你们说对不对？觉得对的话打个对啊。而且我今年28岁哈，也是第一次哈。第一次出社会来到咱们全国到处跑啊，给大家直播一下啊，哎，然后呢，就是希望大家理解一下。人家说句实在话，你们让我安排，我确实安排不了，现在这个能力有限，哥你们，现在能力有限，好吧？以后如果说啊，等我能力够了啊，我绝对不寒碜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说在此呢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哈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好吧？嗯。主播你问一下有没有啊，这个整不整都无所谓，问一下有没有是吧，啊，老板有没有茅台华子啊，茅台华子有没有，没有是吧，哦，他这儿没有，哥姐们啊，嗯，对，咱们喜欢主播的左上角小关关小猪猪可以去点一下啊，可以去点一下啊，对啊，左上角给大家发了500块的大红包，没抢的抓紧去抢一下啊，好吧，没抢的咱们抓紧时间去抢一下啊，对，赶紧去抢一下啊，对，都说对，我是说实在话哈，我也不搞虚的，我能安排我就安排，不能安排我也不会在那儿装，对不对，哥姐们哈，咱们有句话叫什么呢，叫啊，说得好，叫有多大的这个有多大的能力办多大的事儿啊，咱们有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，对不对哈，好不好，以后主播有能力了，我绝对安排，我绝对不寒碜，好不好啊，主播你也太大气了啊，哎呀，觉得大气咱们打个大气就行了啊，其他的就不多说了，咱们让这个他算一下啊，算一下，老板算一下啊，这个让老板送是吧，好，左上角500大红包没抢抓紧去抢啊，哥你们没有抢的抓紧去抢一下啊，对，没有抢的抓紧去抢一下啊，咱们算一下，看一下有多少啊？没面条没整是吧？啊、哦，哎，再给我整6把面条，6把，啊，6把啊，好吧，安排到位啊，安排到位啊，好吧。对，我给你们安排到位，你们放心哈，你们放心。